Hello，大家好，我是小林。OK，so，刚才在我的那个广告那边，我就有分享到说什么东西竟然可以在24小时以内就卖了7000件哦，这么神奇！为什么 B 每次出的东西都会卖断货，都会这样抢，这样抢手啊？OK，so，就是我们的这个 Alora Basic Top，可是是 Space Gray 的颜色啦。OK，so 呢，现在。我们的 Alora Basic Top Space Gray 为什么这样抢手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那个颜色哦，真的是很漂亮啊。Hello，上线 Alex，OK，so 刚才就有分享到说，我们什么产品就是在24小时以内卖了7000件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Alora Basic Top，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上线哦，苏文穿着的 Alora Basic Top 哦。Space Gray 的颜色，OK，所以我自己穿着，我自己本身穿着的呢就是黑色啦，OK，所以我们的这个 Space Gray 是 Limited Edition 啊，OK 是 Exclusive 的，只要是卖完了就没有了的哦。那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哦，你看我们的 RCCA 啊 CCA 穿的真的是很漂亮啊，这样子搭真的是很漂亮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的 CCA 77这样子配的话就很整个很年轻啊，是不是？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 RCCA Hebe，每次都是我们的潮流达人啊，所以他怎样穿呢都是很 fashion 的。OK，所以再来就是我们的 RCCA 小梅啦，穿了整个人都是很年轻是吗？你看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啊，Space Gray 哦，太空灰。然后再来呢就是RCCA Anson，男孩子也可以穿的，哇。那个 OK，男孩子也可以穿哦。你看他这样子搭配的话，反而还很 smart 啊，整个。Hello，贝儿，Hello Justin，OK，so 我们这个 basic 的话，为什么卖这样厉害嘞？一天 within 24小时以内啊，卖了7000件哦。就是因为我们的 Alora Basic Top 呢，它其实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哦。你看哈，可能这个黑色啊，大家觉得就是好像普通这样子，其实没有哦，它是有科技的。对啦，是 unisex 啊，什么男女都可以穿，而且很舒服。重要是它呢是有这科技叫做光电子科技啊，Kodenshi 的科技啊，是通过那个陶瓷啊磨到很油，极油呢，就是比我们抽出来的烟更加油，才0.3微米哦，就融进我们这个衣服每一条线里面，所以这一个fiber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的啦。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血液循环是不是很重要？我们运动也是要促进血液循环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衣服也是一样的。OK，so 呢，我们的衣服呢，就是有89.6%的 Kodenshi 成分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还有10.4%的 polyurethane 啊，给我们的衣服有伸缩性。其实哦，这个衣服啊，我们穿在身上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穿什么场合都可以穿的，穿去休闲也可以咯。休闲的话就可以就是很时尚，很容易配搭，好像黑色的话什么颜色都可以搭的。如果我们这一个刚刚出的这个 Space Gray 啊，更加容易搭，而且哦很漂亮，整个颜色就很美啊，就很特别啊。Hello，罗宾，OK，so 我，你看我们现在有黑色，我们平时呢都是卖黑色，只是现在我们刚刚出，昨天刚刚出哦，就是有这个 Space Gray 的这个颜色啊。So Space Gray 这样子搭下去啊，其实也是很好看，而且颜色真的是很特别。OK，so 我们穿去休闲也可以咯，休闲的话，好像我们平时去走走啊，就穿着这么舒服的衣服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好起来呀。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帮我们改善这个Alora Basic Top 啊，可以帮我们改善这个有氧的功能啊，让我们更加精神，然后同时呢，可以改善我们肩膀僵硬的问题，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工作做久了啊，是不是会面对肩膀酸痛的问题？说这一个衣服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问题啦，同时哦，还可以改善麻痹啊、抽筋的问题。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穿去运动的话，更加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运动的话就是要促进血液循环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衣服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发挥最佳的表现，然后呢，也是可以帮我们提高体重管理的功效。OK，再来呀，就是我们穿去睡觉更加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舒服，那个布料啊，真的是很软，很像我们的那个运动装的布料啊，反而比运动装的布料更加软啊。OK，所以睡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睡得很舒服，同时哦，也可以帮我们提高我们睡眠的质量。
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入睡啊，没有办法沉睡嘛，是不是？所以衣服啊，因为有那科技啊，光电子纤维的科技可以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熟睡。OK。然后很多人啊，可能晚上啊会有鼻鼾声啊，是不是？所以衣服也是可以改善鼻鼾声的哦。不相信的话，你就要是自己试一试，自己试一试了啦。OK， 所以再来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夜间咳嗽的问题啊，所以有长期啊有咳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衣服哦是保护我们上半身的整个血液循环啦。OK， 所以我们好像呼吸啊那些会其实会比较顺的，穿了这个衣服过后。OK， 所以再来呢就是啊，我们这个衣服啊其实也可以帮我们保暖的，你不要看它好像暖很薄这样。其实可以还是冷天的时候还是可以帮我们保暖，热天的时候呢是帮我们保持凉的。 OK， 所以我们的衣服啊，你看其实功效真的是很多，我们的 Aloe Pants 功效就不用讲了咯，其实衣服哦也是很好的，都是帮我们促进血液循环。而我们的衣服哦其实见证也是很多啊，好像其中呢就有包括这个安迪啦，你看这个安迪它的脊椎哦整个是很弯的，是不是？然后这里呢就是 before， 这边就是 after， 你看它的脊椎啊其实很明显啊，有直了很多哦。 OK， 所以再来啊就是啊，这个也是它，你看它整个背后啊真的是那个效果是不是很明显啊？我们的 basic top 啊也是都是很棒啦，我们的 Aloe series。 OK， 所以再来啊，我们的 Aloe top 啊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消肚腩啊，你看这里是六天罢了啊，就瘦了，从103cm 哦瘦到 90cm 哦，这边啊，所以当然我们如果是搭配裤子跟衣服的话效果会来得更好啦。 OK， 所以再来啊，还有这个50肩的问题啊，本来是那个手我最多可以拿到这样子罢了，然后这里哦通过我们的 Aloe top 啊，那个手竟然可以拿到这么高哦，是很神奇。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等了， OK， 如果大家还没有买新衣或者是已经买了的话，都可以投资我们的 Aloe basic top 的。而且如果说新年啊很多人搬档啊不要买黑色啊，就可以投资我们的这个 space gray 的颜色啦，啊，很多人搬档啊，新年不要穿黑色是吗？就穿这个 space gray 咯， space gray 真的是很漂亮啊，你看这样子搭配哦，真的是，就整个很特别就对了啦，整个人就很优雅，很柔顺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来的。OK， 所以呢，这件衣服哦，它不只是穿的可以让我们穿的时尚，而且哦，重点是可以给到我们健康啊，所以我们穿衣服的话，当然是要穿到有功效啊，穿到好啊，才值得投资的嘛，是不是？而且我们可以每天穿哦。什么时候穿都可以哦，是不是很值得？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啊，投资这一个Aloe Basic Top， 尤其是我们这个 Space Gray 给自己。OK， 如果是卖完的话就没有了的喽，这个是我们的 Exclusive Edition 啊 ，OK， 啊 Limited Edition 啊，所以如果是卖完的话，不知道下次还会不会有的了啊啊 ，OK，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 Aloe Basic Top 的话，可以欢迎你们 PM 我 ，OK， 所以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